重金属音乐。Rock and roll！ 木宝贝，别这样。哦，你真帅。我们努力了半天有什么用？要不咱们找点正经事干吧。嗯，你说什么？我们现在不能放弃。可是。真的假的？我们有粉丝了！我的神呐，我们终于要出名了！来吧，姑娘们！给我签个名，好帅呀！哇，那帮家伙真牛！哦，我们要是像他们一样就好了。因为他们会打扮。打扮？不好意思，啊，有什么事吗？想要签名吗？耶，请问你在哪里做的头发？面包理发店。哦，看这个，这就是我们昨天见到的那帮人。看来他们真的是在这里做的发型，咱们也来做一个同样的发型吧。好主意，鼓手，你觉得呢？好吧，让我们做一个有摇滚精神的发型吧。师傅，我们想做这个发型，听说过重金属音乐吗？充满野性，我们的音乐非常另类。好了，完成了。好了，你们几个过来坐下吧。好的。你们想要这一页的发型？是的，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有多硬核。现在的孩子们流行这样吗？这样的发型能让我们成为最棒的摇滚乐队。没错，我们会成为超级明星。告诉他们什么叫摇滚精神。好了，完成了。这是什么？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我们看上去就像偶像女团一样。哥们儿，你怎么搞的？我们这个样像摇滚乐队吗？你说什么？这是你们要求的。嘿，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让你做这样的头发了？我想要我原来的样子。什么？原来的样子？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力气吗？光这些配料就已经100块了。100块？你说什么？一毛钱也没想要。弟兄们，我们走。真是够了。不付钱就别想走。什么？老头，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弟兄们，让他看看我们的厉害！走起来！呀！哇！呀！你们没事吧？面包，有本事你别跑，走起来！等等，看看我们的发型，太燥了。Rock and roll！哇，这才对嘛！
我感觉全身上下充满了摇滚的力量。我们这个样肯定能有更多的粉丝。这就是我最新的杰作，名字就叫狂暴发型。一种新的造型方式，狂暴发型。为了给你们想要的发型，我只能先设法激怒你们。这是你的计划？你早就知道这一切了。很抱歉，我们以为您只是搞错了。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想骗我们钱的狡猾的奸商，但是您真的很厉害。没错，现在该付钱了。啊，对，是的。你们俩有多少钱呢？我们可能真的没有100块钱。我们只有不到50块钱。我还没嫁税呢。蛋糕们，点心们，举起你们的双手，我们的新歌《面包理发店》。工作一天好累好累好累，忍不住开始打瞌睡，看看自己的样子好颓废，受尽冷风吹，打起精神抬起头，我们向前冲，总有人能让你变得与众不同，管它是面包还是个蛋糕，这都无所谓。